主料茄子250克肉末50克辅料油盐酱油糖味精蒜末准备时间10分钟内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茄子切块洗干净备用油锅放油烧至七成热将肉末放进锅里翻炒3分钟炒出香味将茄子放入锅中翻炒2分钟放入酱油蒜末盐和糖加适量水大火烧开然后换文火烧5到8分钟茄子烧烂后放少许味精出锅装盘了烹饪技巧现在的茄子比较容易烂所以烧的时间短一点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